这次逛新来逛展，哦，那游客人不少吧？你看看。外国小孩在拍合照，他们应该讲的是俄语吧？你看，看海鸥的这边还有一些外国人，好几个呢，七八个呢，就像大连的旅游事业蒸蒸日上，大家钱包都鼓鼓的，大家都富裕起来，多好！哇，这边还有一个合照的，应该是个也是旅行团。现在旅游旺季了，好多那种大客车，全是旅游团，旅游团人不少。走了，从哪边过来的？那样过去，不挺近的。